鸡蛋香葱面包，到时候给咱们发7个，这个是咱们老朋友了哦，吃了2年了，依旧是那么的好吃。它里面是有一层这个沙拉酱的，一点都不会腻。面包体吃起来很松软，这是酱跟肉松。咸甜口的东西吃起来它就是不会腻。这个头真的很大，我已经卖了2年这个面包的，如果你没吃过的话，你一定尝一尝。